一下两下三下对着镜头展现好身材。国民党立委蒋万安用健身来替冬奥的台湾选手加油，而下一秒突然捎来好消息。23号深夜11点58分，蒋万安在脸书po文和大家分享二宝出生了，他抱着儿子蒋万安笑得很开心。蒋万安也说儿子3653克，52公分，头好壮壮，是个健康宝宝。护士还说是当天医院接生的宝宝里头最大只的。目前母子均安，虽然是第二胎，但相隔10年，心情还是很激动。希望他健康快乐的长大，坚定勇敢的面对一切挑战。尤其7/23刚好是狮子座的第一天，相信未来一定会很有王者风范啊！在这里跟他献上祝福，也为我国少子化尽一份心力。消息一出，不止立法院同事纷纷留言送上祝福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亲自恭喜，甚至还说以后蒋晚安之后还会起床很多次，这是甜蜜的负担。而事实上，蒋万安的大儿子过去就是媒体焦点。去年大选跑行程，蒋万安就曾带着儿子一起同框，模样超可爱。顺利连任当天，太太和儿子也都紧跟在旁，一家人感情相当好。而暌违10年之后，蒋万安升格二宝爸，开心迎接狮子座宝宝，也要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。三立新闻陈君杰、周凯台北报道。